我已经在皇上的伤口上下了毒，你要是杀了我，可就没人能解毒了。宁香，你别听他的，你赶紧走，别管我，快走啊！宁香是个孝女，她怎么会舍得自己的鞭呢？潘西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 我要杭铁生，只要铁生娶了我，皇上命就可以保住了。铁生不会娶你的，那我就不操心了。怎么让铁生娶我，那是姐姐的事。林香，别受他的威胁，他根本不可理喻，快走！ 姐姐，别浪费时间了，皇上的性命可就在你一念之间了。爹，爹，爹！姐姐，如果铁生没有八抬大轿来迎娶我。 王爷，奴才请教过那些法师，他们说这是用来超度的符。既然是为皇上祈求平安的法事，他为什么要用超度亡魂的符呢？哦，那坛法事是为了祈求皇上平安。 可这纸符却是超度一个死去的女人，谁呀？好像是娘娘的姐姐。哦，这是梅妃娘娘的家谱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梅妃娘娘根本就没有姐妹。看来梅妃娘娘有很多的秘密。 这是丞相的密函，信上说的可是真的。宫中密布了，王爷的心腹，局势十分危急。严大人，皇上如果来找宁香，应该一定会来找我的。哎，杭大人，你可见到宁香公主了？供传被劫的时候，我被假圣旨阁直拿问，就是宁香救了我。不过当时，并没听她提过皇上。 看来，皇上并没有找到宁香啊。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情。皇上既然没找到公主，那去哪儿了呢？莫非出事了？皇上微服私访，身边没带贴身的武士。嗨，就带包大海一个人。 哎呀，这不是小崔吗？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是冤枉的，杭铁生他们冤枉了我。哼，我瞧你一点都不冤，你这是活该，报应！住口！你们俩都不是好东西。我是好东西，他是坏东西。包公公啊。 还求您在皇上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！这回想起我是公公了，你怎么早说你？存心害我！哼！哎，包公公，我知道您是多么爱护我，您多么呵护着我，我还求您帮帮忙，您救救我啊！嘿嘿嘿嘿嘿，听见了没有？他都承认我是公公了。
你快放我出去！这会儿才开始演双簧啊！晚了。什么双簧单簧的？你把我当月饼了？哼！那个崔浩，水寇的大头目，坏透了。他说你是好人，你就是好人了。什么？你是水寇大头目？哎哎哎！你也别装了，我们铁生早告诉我了。 你也为水寇当过军师，他连这个都跟您说了。哼，你们两个都是水寇的人。你真是水寇大头目。那，你是水寇的军师？我们是公公啊！公公，这会儿你们是婆婆都来不及了。等到铁生给你们一定罪。 我就一人一刀，送你们上西天！哎，混天龙大哥，啊，你就是混江龙！哼，崔公公还不快走！想逃，想得美！哼，大姐，居然你也会武功啊！恶贼，就是你害了我们铁生！ 大姐，不跟你玩了，失陪了。想走？混江龙，你哪里逃？刚刚的大闸蟹送给大姐，想拿几只大闸蟹来收买我，没门！别跑！啊！娘，你手流血了。我中了暗器了。暗器？啊，对，包大海呢？你看。 是混江龙干的。我原来以为他们是混江龙，结果发现他们是钻地鼠。哼，好一个混江龙，钻地道，钻到我家来了。水寇冒险劫狱，证明崔浩是他们的人。哈娜，快，全力追捕！ 我早就料到了混江龙一定会前来营救，你早就料到了。哼，我是水寇幕后总管，大内飞鹰。你，大哥，你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哦。兄弟，此人不能留。你，我，大哥。 你还是让我干军师吧，啊！他是大内公公，如果留着他，后患无穷。大哥，你看，我好不容易才回到咱们的大家庭来啊！混江龙，还不赶紧斩草除根？不，大哥，从今以后我就跟着你，我不要头衔，我不要名分，我会伺候着你，比皇上还说我呀，大哥。哼，崔公公。 我看他是一个小人物，他是皇上的心腹，你可不要小看他哟。哎呦，你看他，乡间何太急呀，小崔。小崔是你叫的吧？对对，该死该死，从今以后，那你就是崔大哥，我是小包，我会鞍前马后，我伺候你。哎，对对，还有混江龙大哥，我们一同打拼，为建立一支水军而奋斗。大哥，官兵来了，官兵来了。 撤！快点，快点，这里快！都走了，这是老天爷保佑啊！我包大海福大命大，造化大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 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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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铁生啊，铁生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，那圣旨是假的，我一眼就看出那崔公公的破绽来了。嘿，铁生也官复原职了，他呀，天天都想着你呢。心怡，我啊，哎，你真有口福，今天咱们有螃蟹吃。嘿嘿，铁生啊，铁生。 林香来看你来了，哎，哪儿去了？哎，平常烦他嘛，天天在你跟前晃悠，现在要找他倒不见人了。哎，林香啊，你到这边看看，我往那边找找啊。铁生，铁生啊，铁生，林香，皇上呢？ 你见到皇上了吗？见到。谢天谢地，我就知道皇上洪福齐天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皇上呢？我要见皇上。庞铁生，准备相爱吧。相爱。皇上有口谕，让我转达。 你说皇上会下什么旨啊？还用问吗？八九不离十，肯定是赐婚呐。赐婚？啊？你想啊，要是公事呢，皇帝就会让太监来宣旨。现在让宁香姑娘来宣旨，肯定是跟宁香姑娘有点关系啊。哦，那就是说宁香姑娘要嫁给……当然是我们铁生了，那还用问？嘿嘿。 快进去！哎，宁香，庞铁生接旨。竹山县令庞铁生，领旨。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竹山县令庞铁生劳苦功高，至今未婚，朕念念不忘，今特赐婚。哎哎哎，听见没有？皇上赐婚了！啊，我就知道嘛，八九不离十。哎呀，铁生要是娶了公主。 我跟皇上就是亲家了，哎呀，皇上万岁万万岁！坐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干什么呀？搬家呀！搬家？往哪搬呢？皇宫啊，傻蛋，快走吧！宁香，快宣旨啊！旨到之日。 令杭铁生择日完婚，令杭铁生迎娶。 我要杭铁生，只要铁生娶了我，皇上命就可以保住了。
凝香，你怎么了？快宣旨啊！凝香，凝香。都不要了！哎呦，这些烂衣服哪能穿进宫去啊？那你穿什么呀？我让玉裁给我做。什么是玉裁？这是御用的裁缝啊。哦。哎，我想吃好的，让御厨给我做；头疼脑热，让御医给我治。哦，心仪啊，我还少一双皮靴呢。那让玉皮给你做。这什么是玉皮啊？用的皮匠啊。哎呀，你呀，傻不傻呀？姐姐好身手啊。真是无法弥补了，爹情愿死，也不愿看到你受任何伤害。爹，坐下。你再轻举妄动的话，我可不会手软的。唐大夫。百毒圣手唐傲，姐姐也认识他，你也认识他。据说天下没有唐大夫解不了的毒，我早就想认识他了。唐大夫，快救我爹吧！姐姐，你在哪儿找到唐大夫的？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我爹。姐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会藏身在石桥附近，让你如此轻易地找到我？你是故意的。我知道姐姐对杭大人的感情，怎么会如此轻易地让给我呢？我知道，姐姐一定会来救皇上，所以才选择石桥附近，好等着姐姐您呢。大夫，我中毒到底有多深？唐大夫，节骨眼我都有防备，我都比你想在前面。现在能救皇上的只有我。时间拖得越久，皇上的毒越深，到时候只怕连我也救不了皇上，姐姐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。
铁生啊，皇上赐婚会不会把别的姑娘赐给你啊？哎呀，你在这儿胡说什么呢？皇上多疼宁香啊，还能不明白他女儿的心思啊？嗯，可是……可什么事啊？退一万步说，皇上即便把别的姑娘赐给铁生了，那也不能让宁香姑娘来宣旨啊，那不是等于往他女儿伤口上撒盐吗？那这当爹的也太狠了。嗯，您说的有几分道理。什么几分道理呀？很有道理。嗯，铁生啊，你就等着当驸马吧啊。哎，铁生啊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只能说宁香的反应实在太反常了。哎呀，人家姑娘害羞嘛，你们连这都不懂。我告诉你们，过不了多会儿，宁香姑娘很快回来。回来？对呀，虽说姑娘脸皮薄，可是这终身大事要紧呐。启禀大人，宁香公主驾到。啊？哎，对，怎么样，老娘神算吧，我都能上街摆挂摊了。好了好了，准备香案，准备戒指吧。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唐铁生戒指。下官戒指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竹山县令杭铁生劳苦功高，至今未婚，朕念念不忘，特此赐婚。令杭铁生迎娶已故大将军寒山之女寒星，钦此。想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一定在想，皇上为什么突然把我赐婚给你？皇恩浩瀚，我也一直想不明白，皇上为什么突然会做此决定，下此诏书。没错，皇上明知道我喜欢的是宁香，我也不清楚，他为什么要把我们两个牵成一线。我想，可能是内疚吧。内疚？皇上刚刚继位的时候，内忧外患，许多人都觊觎皇位。当时我爹帮着皇上摆平了很多内忧外患，让皇上平平安安的就了位。皇上为了感恩，所以将寒心赐婚给他最心爱的爱将。就算真的如此，但感情的事情是不容勉强的。我们两个没有丁点的感情，却要朝朝暮暮的生活在一起，那会是件很痛苦的事啊。话是没错，可是我娘曾告诉我一句话，情感是可以培养的。虽然你我没有生活上的交集，可是我是个传统女性，妻以夫为贵。你放心，只要是万岁爷赐的婚，寒星一定严守妇道，一辈子以您为尊，以夫为贵。忘了我，我不能够害了你，因为在我的心里只容得下一个人。我真的比不上他吗？不，严格来说，我对你的印象非常的好。你聪明伶俐，机智过人。如果不是跟宁香的感情在先，我一定会喜欢上你。铁生哥，你是在安慰我，还是你真的这么想？
我是个重感情的人，我既然爱的是宁香，我就没有办法辜负她。对于皇上的赐婚，我虽然满心的不愿意，可我没办法抗旨啊。其实我更怕去伤害到你，因为这样对你并不公平。这些话并不是安慰你，而是真的如此。半死不活的样子，要是被你毒死了，你可就整不了其他的人了。我根本没有下毒，我只是吓唬吓唬他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看他伤口的样子，多半是伤口感染了。进城找个大夫，赶紧去。是。机会吗？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你说对了，可我现在只求一死。七说落在你手里，让你予取予求，怎么伤害我的女儿，我宁愿一死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有本事就给我一剑吧。别装出一副妇女情深的样子，你以为我会怎么样？脆弱崩溃的痛哭流涕吗？我不会，我绝对不会。拜你所赐，我已经变成一个铁石心肠、没有一丝丝人情味的人了。你听到了吗？你阻止不了我，只要我有一口气，我就要去救我的女儿。早就流干了。站住！过来。哦。
走吧。糊涂虫，这一群糊涂虫，把我包大海当犯人了。看病去，看病，干什么的呀？我不是大夫，我真的不会看病，不会。少废话，跟我走，走。那是酒，我正要喝酒。宁香，皇上在哪里？你问这干嘛？我要当面找皇上问清楚。不，皇上不能见你。不能见我，可是他却要决定我的婚事啊。皇上，来吧，喝一杯吧。你不祝福我吧？今天，任何人来传这个圣谕，我都不会相信的。因为我不信皇上会这么做，可是你来了，你带来了这个圣旨过来，我就不得不信了。铁生，不要再说了。皇上这一招真是厉害极了，铁生。忘了宁香吧。你永远的忘了宁香吧。如果你能忘了我，我就忘了你。只要你真的能够做到。铁生，圣旨如山。不得违抗，这就是皇上奖励功臣的办法吗？皇上真是英明啊！不，你不要怪皇上，皇上也是，也是什么？他就是因为共传在我这被劫了，他就要这样惩罚我吗？皇上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你呢？你有没有这个意思？天生，
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吗？你怎么不跟皇上力争呢？皇上对你百般依顺，他要我娶韩馨，你难道能无动于衷吗？韩馨，不。你告诉我，你跟皇上求过吗？你跟皇上争过吗？哪怕只是一句话，你到底说过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我不能告诉你。难道你也希望我娶韩馨？凌霄，别管我，快走啊！皇上性命就在你一念之间。你为什么一直不回答我呢？你说话呀！对，是我让你娶韩馨的，是我要皇上让你这么做的。不，你要我娶别人。不可能！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是不是你另外有了爱人？猜对了，你另外有了心上人了。对，你猜对了。我不想嫁给一个七品的县令，一个芝麻官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现在的宁香已经不是以前的宁香了。以前的宁香是个游戏人间的麻雀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的。现在的宁香已经是个公主了，飞上枝头做凤凰了。而我却还在这傻傻的等。什么都不明白。不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是公主看上了别人，又不想担上一个变心复情的名义，所以只好逼杭铁生先着娶亲。这么一来，就是杭铁生先变心了，与公主都无关了，是不是？是，你说的对极了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好，这杯酒该喝。杭大人，你何时成亲呢？公主真是关心铁生。公主认为铁生何时成亲呢？越快越好。越快越好，越快越好。来人，来人呐，赶快布置喜堂，
本县令要成亲了，奉旨成婚，何等荣耀啊！快去啊！叫全城的商家都来送贺礼，本县令要大发一笔。尽管去告诉皇上，铁生是个忠臣，奉旨成婚，说办就办。逆向。我婚礼那天，别忘来了喝杯喜酒。